我来找东西这件事儿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。打扰了。妈妈，别怕啊，睡吧。来，你们干嘛？别动孩子！说，刚才那个人都找到了什么？喂，小辉吧，我一会儿会在颐和路党同军南京站团全我，你马上开车来接我，我要去见叶局长。沈老弟啊，你那个秦大哥沈林他这次惹麻烦了，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没想到第一个对付我的人竟然是你。